进去，晒完。猎图好之混合禁忌，日界或者是圣中的这些保护动物，取得比较丰富的这个野生动物野外活动资料。通过这些资料看，这边我们山区的生态环境，应该是达到了比较大的改善。野生动物活动的数量，包括一些原来没有接触到的种类，也逐渐增多。